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挑战继续。让我们看一看下一位登场的黄金选手会是谁，请看大屏幕。三、二、一，停！哇哦，骑马的汉子！掌声有请朝克图。哇，好威武的一位大哥。你好，欢迎你。大家好，您自我介绍一下。저는북들은소지가북들은샌베차지노大家好，我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我是一名蒙古族原生胎，然后蒙古摄影的一个收钱的小老板。来自包头对吗？洋洋往这看，你看，这就是什么包头的黄渤。啊，哎，还真有点像啊！有人说过吗？说你像黄渤？很多人说过。哎呀，所以看你以为留了长头我们就不认识你了？刚才说的时候我还有点不高兴，现在说的时候有点高兴，确实。不高兴的应该是黄渤吧？开玩笑，您刚刚说到自己是一个老板啊，您是做什么生意呢？蒙古特色的，蒙古族所有的就是服装。蒙古族腰带，然后就是蒙古族靴子、奶制品、奶皮、奶豆腐、干肉，还有蒙古各种各样的乐器。这叫什么？蒙古元素的商店。蒙古元素就是代表蒙古特色的东西，全部代表。但我一看，估计您就是平时参加节目是不是不多呀？参加节目也有的时候参加，有的时候。那其他节目组没提醒您吗？就是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如果有道具啊，或者带上东西来给我们讲。带了呀，真带了。啊，真带了。我的道具在哪儿呢？哎，这个是给您带的。哎呀，来就来，还带礼物。这个蒙古的腰带。这怎么又拿回去了？第一个，护腰。还有一个就是蒙古族的一个，第一个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对，这也不知道腰围合不合适，多大号？我你的腰我正好准备的，你多大腰带我多大腰，对，我跟，好看吗？看一下，哎，我看女款的这个，好看吗？好看，你这么小年纪你喜欢呢？什么叫我这么小年纪？因为戴的还是多少有点显老。真的假的？是，我觉得我媳妇儿戴可能。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好不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这就是你们商店平时卖的会销售的一类产品之一哈，其中之一。还有一个，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最小的乐器之一吧？哦，乐器啊，这是。您试一下。这是什么鞋拔子吗？这是。怎么玩的呢？牙齿里头靠一下。哦，这是一种无声的乐器是吧？这是无声，这有声。哦，这是他弹出来的。啊，我以为是我们的教老师。啊，没太学会，刚才那怎么来？我给你这个这样拿一下，中间的这个不要压住。对，现场教一下，我帮你们拿话筒。然后就是牙齿里头靠一下。你教他。不是牙齿。您别切着舌头了，范哥。啊。哎。哎，有了有了，听大家听一下。靠死了。别弹着牙。啊。哎，我牙齿弄。那牙齿可老贵了啊！我嫂子帮你装颗牙不容易。你看我说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今天来到黄金一百秒的舞台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我是大家唱一首蒙古族古老的原生态呼麦，一首大草原，然后还得拉马头琴。对，在那个登台之前啊，我首先要谢谢您送给我们的礼物，收下这个小乐器，我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这个叫口弦琴。口弦琴是吧？对。那做好准备，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十二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继续加油！谢谢，谢谢，谢谢。